等一下再拿下去给你。哦。这给你。你在搞什么鬼啊？这么奇怪，一定没好事。你先打开嘛。这个可以改装，看你是要院子大一点，还是看哪个窗户不满意，或者是格局，这些都可以改。你说你最近在做劳作，就是做这个。对啊。我知道我现在没有钱，我也知道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任何事情，但现在总有现阶段可以完成的事情，我觉得应该要先把梦梦屋具体化，最起码有个开始，至少有了这个，你就不会再失望了。你相信我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买到你想要的房子。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你只要记得我讲过这句话就好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刚好是建商小开。我在想，如果你想买房子的话，我可以让他瞧一个比较好的价钱给你。真的很怕，我这四年的努力就这样没有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一起负责吗？你赔掉那72万，我会想办法帮你赚回来。拿去啊！24万，你的手表呢？你把手表卖掉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会吃花椰菜。我答应你，我去学骑摩托车，以后在你上班啦。我说过我会考驾照，说到做到。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有办法说喜欢就喜欢，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吗？为什么不能？不就是谈恋爱吗？坦率一点不是很好吗？哪这么复杂？对，然后对方一直把你当成讨厌鬼，很难坦率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先想好你的梦梦屋应该要长什么样子，到时候你就拿这个来跟我换真的。
而且沈妈也可以住里面啊，默默屋坚固又不会漏水，以后你们就可以不用担心台风了。你不喜欢啊？你如果看这间房子哪里不满意，这些都可以改。就像我一样，我之前不吃花野菜，后来也吃了。我本来去上班，第二天不打算再去，我也是做到现在。我本来一个晚上要花50000块，我现在5000块可以过一个月，所以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。陈星仁，我想，我大概，陈星仁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我也许。我讲这么多，你到底听懂了没有？不懂。我都讲成这样，你还不懂？我就是不懂嘛，不然解释啊。我不要。你现在发什么脾气啊？你是真的不懂，还假的不懂啊？晴子，晴，半夜不睡觉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希望你和他之间除了公事。最好不要更进一步的接触，可以吗？我是真的不懂，我不懂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娃娃屋送给我？我也不懂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讲刚刚那些话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虽然你长相一般般，身材一般般，但对我来说，你真的很特别。所以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够？喂，杏仁哦，我妈啦，我今嘛在楼卡，你紧甲开门一下嘞。哈？哦。我妈她。在楼下。哦。我下去看看。嗯。